姫島。哪来这么多雨珠？说，你鬼鬼祟祟来这干什么？他刚刚受了惊吓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他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与他有一些私人恩怨。你堂堂羽皇陛下，谁敢对你不敬？到底是他要杀你，还是你要杀他？这张假地图上面，沾有蓝风铃药膏的味道。最近几日只有你用过它，你敢说这不是你趁乱调换了地图吗？我是用过药膏，但是我没有换图。那初八那日你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分明是做贼心虚。跟我去见主公。够了。大哥，他身上疑点重重，你要维护他到什么时候？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，自然会跟你们交代。我们刚来就死了人，这也太凑巧了。逃犯在这儿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我很快就能出来。云将军，搜查一下现场。是。